对铝的性质叙述，选出正确的。铝的价电子 3s2 3p1 正确。 B 选项，铝因为有三个价电子，所以它是极弱的还原剂，错啊。还原剂我们是用不是周期表的顺序额外背的，从最强的锂一直到金啊，那铝在蛮前面的部分也算强的还原剂。 B 选项是错的。 C 选项，铝因为活性大，炼制的时候要用电解法啊，那我们的铝基本上是电解法的一个切割点啊。比铝活性大的包含铝要用电解，比铝活性小的原则上我们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，非电解的方式来做提炼、冶炼。第四，电解氧化铝的时候用冰晶石当助溶剂，正确。第五个选项，铝是两性金属，可以同时跟酸或碱放出氢气，两性金属的特征，正确。所以这一题正确的是 AC 注1。